现在呢，我们是在这个伊犁的察布查尔西伯族自治县啊。这个察县呢，它是这个伊昭公路的起点啊。啊，今天呢，我们就准备走一下这个伊昭公路去昭苏。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察县、啊，先吃点饭，吃点饭我们再出发。到这里你想到啥了？想到啥了？你想到，我想到奶茶了。我想到大饼了。大饼。我想到大饼和羊杂。西伯族这边的奶茶呀，就是特别好喝啊，我们就一直印象比较深刻。而且他们那个特色美食嘛，就是这个大饼，还有那个羊杂，我们都挺好，都觉得挺好吃的。反正美食还是必吃的哈。现在我们就准备去先吃点饭，吃饱了我们再去上那个伊昭公路哈。伊昭公路每年开放时间比那个独库公路时间还短。特别热哎，这边来的人会很少，但是现在城市建设的话也不错了，挺宽敞的。对，这边有好多卖菜卖水果的。我们先吃饭。羊杂碎。羊杂那边做的很好吃。之前也来这边吃过。外面两毛两块。哇，看现在好多桌，在这里吧。这边上菜速度好快，看我们两个人就直接安排了哈。对。菜单都不用看了。因为这边菜单很简单。羊杂是最经典的。专门吃羊杂碎的。对，还有一些什么羊肠啊、羊肚啊，你可以单点也行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最经典，是不是？对。锡伯族的奶茶。哇，还和这个哈萨克的奶茶一下就有区别的，好热，亮一亮。什么味？甜的还是咸的？咸的吧。不甜不甜。这里是盐，不够咸还可以放点盐。这个锡伯族呢，它的祖籍啊，它是在那个东北的，所以说这个饼呢，它那个和那个东北那个北方那个饼啊有点像。像。对，就自己烙的饼。夹着吃的。看。炒的感觉可以哦。羊杂碎是什么碎都有是吧？对，吃到啥都能吃得到。是吧？吃饼就馍馍，专做羊杂碎。不是，他说，啊对，你算羊杂碎吧。专做这个的。你想吃蔬菜没有？他只有这个。想点个青菜都不行，都没有。对，老板也比较任性哈。这个奶茶的喝饱了，这10块钱一壶。价格也挺实在哈、喝两碗大奶茶，就是我要收尾。一块饼，一块锡伯族大饼，这么大一块，你吃个四分之一。还是那个味哈，还可以哈。吃完饭太热了，哎呦，满意回到车上休息一下，车上凉快。这路边现在有好多水果。油桃怎么卖的？这个十二卖的。天都很热，太阳晒的干，就尝一下一个。吃个桃子，咱们出发。再喝水果是吧？吃蛋挠我也可以说。还行吧。今年没吃过桃子啊。对。桃子，老板能吃吗？伊犁这边桃子好像熟得快一点。那我发现伊犁这边的水果，没有北疆的水果，没有南疆的甜一样的哈，水分多这边。因为这边经常下雨，它水分会足一些。带你去一下那个伊昭公路。给你上山吧，太热了，感觉。真的太热了。40度了，感觉。吃饭的时候，这个车我都敢不敢熄火了都。都要别打着在这里给他们哦。今天有多少度啊？今天好像有38度哎。现在36度，我去，太热了。到身上凉快凉快，到昭苏也凉快。昭苏要比这边凉快一点。不是凉快一点，我看了。晚上还冷的是吧？我看了，你这边温度低十度。低10度。什么概念？晚上要穿厚外套。对，晚上就很舒服了。这条路呢，就是这个伊昭公路啊。看，伊昭公路。怎么没有车呢？但是道比较宽，所以车比较少。
往前面一直走就是昭苏。要是不到这边来的话，不走这个一条的话，我们已经到昭苏了。上山越绿，山上走凉快，山下真的是待不了哦，山下哦，上山了，在新疆只要上山就凉快。在这个一条公路的中间啊，稍微的停一下，走到这里就走到一半了，基本上是。看，对面乌云密布啊，一下来的话感觉这个很凉，穿个短袖的话感觉起鸡皮疙瘩的，有点凉，凉飕飕的。看一下、远处的地方啊，已经有点乌云密布了。今天这个整个一条公路啊，都是这个太阳都没出来，阴沉沉的。前面一段我感觉要下雨了，来。放大白在下面给大家放一放溜溜弯，待会我们就准备继续出发休息一下吧。待会把自己绕起来了，不放裤还出来啊，他刚刚在里面嗷嗷叫呢，嘎嘎嘎嘎叫啊，外面冷啊，抗议了哟，好高啊，我高兴了是不是啊，到草地再给你放出来 这里放完啊，这里啊，他现在有情绪了，你干啥哟，高兴了，好，不出来不出来啊，不出来不出来啊，到草地再来啊。这里啊，就是属于这个昭苏的地界了啊，到昭苏了。过了昭苏，这个风景感觉要稍微的好上一些。这草要绿一点了。看一下。天马。天马故乡。看。昭苏界。昭苏这边就喜欢下雨，一进来就下雨啊！牛被定了。牛魔王。哎，好了，大白。哦，奶牛呀哈。这么大的雨地哦。看前面还有地方。雨水丰富啊。哎，牛魔王。表情好搞笑啊！我想开个窗打一下他屁股。两个黑眼圈。我们在这个一条公路的这个服务区啊，在这边停一下啊，
因为前面有一段就是比较拥堵啊，然后听他们说啊，是前面有发生那个泥石流了。哎呀，啊，有几段的泥石流呢？你看有人发照片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么危险的。泥石流。前面已经堵得走不了了。看得见吗？看得见。泥石流走不了了，堵得超。好危险的样子哦。嗯，堵了，已经堵了个把小时了已经。哇，之前都没有听说过有泥石流啊。对。今年这个气候有点变化哦。对，我们在这边就等一等嘛，就等下面那个路差不多就是泥石流，没有什么泥石流以后我们再走嘛哈。嗯，其实我们离县城的话已经很近了，也就还有个20多公里。嗯，反正这边一到这边就下雨变天哦。刚才打雷了，你看看。嗯，我们就等一等吧，等着堵在那边。对，就是全是泥浆水。嗯，面还一直在下雨，我们也懒得下去了哈。就要等等吧。嗯。啊，吃点东西，吃口馕。这哈萨克族的馕啊，比较厚一点，我喜欢吃这个厚馕。对、啊，嗯，啊，等等，在下面找到一份羊杂上来了。嗯、配点馕在车上是没错的哈。嗯。再、嗯、喝点热乎的。嗯，你的最爱。嗯。嗯。其实这些呢，走那个。尤其是旅行的时候是吧，背上一些也是可以的，没问题的哈。嗯，特别是馕啊，嗯，好东西啊，面包馕啊，喝的可以，暖和，主要热乎嘛，是吧？嗯。哥哥，别看我们吃的香喷喷的，那里探头探脑的，你看不给他吃，他抗议了、嗯，啊，有意见啦？哥哥真的有脾气的，要吃啊？啊，要吃什么呀？太腻了，给他吃一点。嗯，给他吃个馕吧。啊，给你吃口馕啊、哦。嗯、哦，好了啊、哦，你也都吃了啊、哦。等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，我看下面有人说那个路啊，基本上要通了，就把那个泥石流的地方是清理一下就 OK 了。我们赶紧过去吧哈。嗯，危险呐。主要是也是刚也是下雨了，现在雨停了。下雨就容易泥石流哦。对，所以说在山上注意停车的时候要注意一点。哎呦，这大白，这大白的家伙啊，一听到有声音他就要哦啊啊，这种能装的嘞，大白啊，好啦，有好了，哎呀，大白的尽职，你知道吗？积了好多水哦，嗯，哦呦呦，这是盲走啊。前面还是有点堵，嗯，要等一会了。这一段太容易下雨了，一个个的想超车，现在这个堵住了，超车也没用了哈、哦。哎，走在这干啥呢、嗯？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超单向排队就排队呗，为什么还要插队呢？万一对向有车过来怎么办？真的一刻都等不了了。真的，一刻都等不了了。我觉得差也快不了几分钟了哈。快不了两分钟，还会弄得更堵。对，你看这样再往前插，有意思吗？那对面有车来的话，大家都走不了了。对呀、啊。你看，这样往里挤有啥用呢？让他进来吧。让他进来吧。真的是，就看那么两步有什么用的哈。嗯，就在这里发起，这里发生泥石流了。嗯，就这里。可以可以。哎呦，这辆车被挡。哎呀，这辆车什么情况？被冲到了。被冲到了。嗯。哦呦，危险了呀！哇，这太突然了呀！泥石流一下子就下来了哦。对。好危险哦！哈，
看的样子就是就车受点损伤，人没事就好。对，有慢一点，但这边单向行驶的是吧？对。县城了啊，一招公路穿过来就是昭苏了哈。对，其实一招公路啊，它没有多长啊，也就大几十公里。如果说天气好的情况下的话，其实风景呢也还是可以的。像我们今天来的话，就一路上就又是阴天，又是下雨，还有泥石流的，风景就不怎么样。对，所以说我们也没有怎么欣赏哈。我们就直接穿过来，大家一定要找，可以找个就是天气好的时候，哎，来走这条路哈。没办法的，它前面一段天气好，后面就老下雨。这个不是自己能控制得住的哈。草原上就老下雨，对，所以啊，就是大家到伊犁这边就是草原上玩嘛哈，不要因为就是路上你看到风景说，哎呀天气不好，看到风景觉得不好看，就否定这里的风景。其实呢，看到这个美景啊，也是需要一些这个运气成分在的哈。他们都睡着了的吧？啊？别看他睡着了，像打呼了一样，要听到小动物的声音呢，立马又跳起来了哈，是不是啊？嗯，来哥哥，哥哥白，在干啥呀？嗯，应该喊他才知道探头上来的。哎，哥哥，在干啥呀？哥哥，我现在喊他会回应一样的哦。这边有个房车营地，还有卫生间哦。嗯，但是都停满了，你看路边都停满了。哦，还是挺多车的嘛哈。啊，这马路边都停满了，我们咋停呢？我们也停在路边好了。小心那个车。你看那个营地下面还有人在扎帐篷。嗯。呵呵。哦，哎呀，各种各样的房车，你看来。现在属于这个旺季，人还是蛮多的。这到处停的，到处都是。哦呀，搭帐篷的。那哪个拐拐角都路边都停满了。到达目的地附近，我们要停到最后面来了吗？最后面还可以停一停。晚上我们就停在这边过一夜吧。你看这旁边还有好多油菜花呢，昭苏的油菜花也很出名啊。是啊。阿哥。下雨了。又下雨了，这边你看天空不行。放哥，先来走走吧。哎呀，来，吃花去。吃花去，把五百放下来吃花吧。嗯，哥哥到啦，快吃花吧。小石子吧。吃不吃油菜花呀？哥哥有点懵啊。哦，吃油菜花。小石子，对，吃什么呀？嗯，可可白也过来吃了。这个草好吃啊，这个草长那么高了。这两个一放下来就吃吃吃，养了两个小羊一样的。嗯，嗯，一起吃啊，一起吃啊。谁也不能抢啊，那把这头一放下来就堵完了。嗯，一起吃啊，一起吃啊。好吃吗，哥哥？好不好吃？